一看，现在都特别好。姑娘，你来看看。看你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这满大街连个养眼点的姑娘都没有。哎呀，累死了！前面刚好有个茶摊，我们去坐坐。来吃烧饼来！小二，来两碗茶。这位姑娘，小店拿手的绿豆汤要不要来一碗解解暑？好啊，来两碗。好嘞，好嘞，两碗绿豆汤。这个村子可真安静。乡野生活嘛，本就如此。二位客官，绿豆汤慢用。小二，你们这远山深处，山清水秀的，定有隐士高手啊，可否为我指明路途，助我拜师学武啊？姑娘说笑了，这就是一个猎户村，哪有什么隐士高人？你若要拜师学武，还是去陈碧山庄这样的名门正派啊？哎，我们就是。你什么时候变得巧舌如簧了？前面第三个路口向左转，有一个身穿灰色长袍、头戴黑帽、小胡子的男人，你去跟着他，看他往哪儿走。傻了呀你！谁设的陷阱？出来！啊，原来是你一直在跟踪我。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还没说你为什么跟踪我呢。我是在保护你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你还保护我？我跟你讲啊，论轻功，我敢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哦，是逃跑功夫天下第一吧？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把我放下来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有说过让你原谅我吗？你再不把我放下来，等我男神回来之后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别拿他来吓唬我，我又不是吓他。那你到底想干嘛？其实呢，我也不想干什么。这样吧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要是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答得我满意的话，我就放你走。要是你敢撒谎的话，你就在这深山老林里等死吧。听见没有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个江盟主跟我男神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你是没有机会的。
我怎么会蠢到问这种问题？那你想问什么？你只要告诉我小景的身世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对我男神的身世这么感兴趣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走了。其实啊，我对我男神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。口风够严啊，我走了。别，我们聊点别的好吗？你别走啊，我们说点别的好不好？还大娇闺秀呢，这心肠比石头还硬，你走了肯定会后悔的。我，你怎么下去？哎呀，这么难弄，你，哦，这么快就后悔了？快放我下去！来，你干嘛？小二，哎，村东头门口挂牛头的那个是哪家啊？哦，那是吴老二家。吴老二，那你跟这个吴老二熟吗？他武功不错吧？这位姑娘，吴老二是个猎户，哪会什么功夫？他三年前才住过来，村里人都和他不熟。差点破了爷的相。问问他，同伙在哪儿？景爷问你呢，同伙在哪儿？不说话是吧？爷，春花蝶，交给你了。点穴了。能说话。问你呢，同伙在哪儿？我哪来的同伙？嘴还挺硬。是不是？我歇会儿，再接着打你。累死我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他有个同伙叫叶和。赤脚大夫叶和。人就在里面，刚刚才灭了灯。我们进去。人呢？跑了。暗道，
是。这种小儿科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伤得了本尊一分一毫？论逃跑，你跑得过我？叶大夫，你跑什么嘛？我们是为云王做的，你快放开我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江盟主，案情有何进展？飞虎兄，我们在庙里所发现的密道通向的地方，正是此处，而且我们还在密道里发现了这个，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，这个应该就是杀死你爹的暗器。哼，果真是你们两个。不是，我是被冤枉。为什么要杀我爹？说。花少主，我们冤枉啊。都证据确凿了还喊冤枉，如此厚颜无耻的人，本尊真是长见识了。说，到底为何杀死华掌门？还有，这些火急里到底从何而来？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华掌门真的不是我们杀的。我一个行医之人，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别说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再说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华掌门武功高强，就算我想杀他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我对天发誓，我真的冤枉啊！你可别给老天添麻烦了。要不然，本尊直接替老天把你们给收了吧！别！你们不能拿不到证据，就找我们抵罪啊！对呀、啊，江盟主，这个吴大头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位叶师傅，的确给我们家治了很多年的病。你看，是不是哪儿搞错了？飞虎兄。现在种种证据都表明，他们就是凶手。花少主，他们想杀人灭口。哎呀，别害怕啊！这个江家小娃娃性情急躁，你们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性情急躁？不是你是谁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对待别人啊。要跟对待我一样，如春风一般温和。起来吧。时间就是生命，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，本尊决定，我就再问你们一遍，如果你们到时候答案还是这样，本尊就把你们放了，怎么样啊？好。已经查到吴大头和叶河了，此事会不会就这样暴露？哼，就算他们想说，也说不出什么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神老爷快显灵，善恶好分辨，一眼辨忠奸。原来这样就可以找到坏人呀，真是太好了。童子尿乃是正宗的还原汤，这三碗当中只有一碗是童子尿，你们须得先选一碗饮下，这要是选中了呢，自然是有神灵庇佑，我也就能相信你们说的话，也能证明你们的清白。我不选，谁爱选谁选。那你就是心虚，承认你的罪行了。选也不是不可以，
只是选中即可，为何还要饮下？既然是还原汤，当然是饮下之后才能讲真话。等一下我问你问题，你的回答才有可信度。况且叶大夫可是行医之人，这古有神农尝百草，今有叶和饮童子尿，也不失为一顿佳话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喝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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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爷爷奶奶，这是我让厨房做的竹荪汤，你们尝尝。好，辛苦了。好，还是你这孩子知书达理。看看那个小景，整天跟着相公出去抛头露面，成什么体统。其实我有事想跟爷爷奶奶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放心，等清流回来，我们已经挑好吉日，就为你们办婚事。不是，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想求爷爷奶奶帮忙。哥哥中上了快刀门的弟子，快刀门上门寻仇，还请爷爷帮哥哥说句话，我们金家愿意全力赔偿。这件事情我有所耳闻，按说呢也该拔刀相助，可是现在我们江家已经不是武林盟主了，与武林各派的关系又很紧张，如果此时我们出面偏袒你们金家的话，恐怕会引人画柄，因此我们江家恐怕爱莫能助。可是我既已嫁入陈璧山庄，金家就与陈璧山庄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要是陈璧山庄有难，我们金家也不会置之不理。你也要体谅我们的难处，你既是已经嫁入陈璧山庄，就是江家的人，以后还可能是武林盟主夫人，凡事应该以江家的大局为重，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。那元秋就先退下了。你干嘛呢，磨磨唧唧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还是说你现在就招认了，那也省得我们麻烦了。叶大夫，我们都相信你是好人，你就喝下吧，童子尿大补呢。我说，我说，我们这是奉命行事，在花亭涛出寨的路上埋下火鸡林。说，为什么上花亭涛？还有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把孩子放了！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当我傻子啊！再过来，我就掐死他！掐死他！再不来，他真跑了！别别别！孩子命重了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不就是想见死不救吗？喂，背后说人坏话可不好啊！原来是你一直在跟踪我，还偷听我说话。嚯，天地良心，我只是在上面吹吹风而已，我还没说是你扫了我的雅兴。陈璧山庄这么大，你上哪儿吹风不好，偏偏到这里来，我看你就是居心不良。我可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呢不像有些人人前人后两副面孔。我再说了，我要是不看着你点，谁知道你又给我男生使什么绊子。我现在哪有心思搭理他。不过呢，我要是真想耍什么花招，你也拦不住我，要不你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，否则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这次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教主责罚。无妨，区区一个江清流，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耽误我们的大计，你辛苦了，歇歇吧。多谢教主。废物！真没想到，最后功亏一篑，一无所获。真不知道回去以后怎么向知府大人交代。谁说我们一无所获的？哎，爹，你可慢点啊！这火麒麟要是炸了，伤到我师长，又炸到你面目全非，那可太罪过了。嗯，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，本尊今天就特赦你一次。哎，谢谨恩典。哎，佳佳小娃娃，我帮你审出了真凶，你得奖励我一下吧。那你要什么样的奖励啊？爹老爷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也甭跟我绕弯子了。我们江湖人历来讲究的就是血债血偿，令公子给我坐下的弟子身上捅了个窟窿，那今天我也在他身上捅个窟窿，咱们就算两清了，怎么样啊，金老爷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春儿是我唯一的独生子，他要惹个三长两短，这可要我们老两口怎么活呀？我知道，都是我家春儿的不对。您要什么赔偿，就是金山银山，我都赔给你。求求你饶了春儿吧！金银财宝，我们不稀罕。我们今天来，要的就是个公道。求求你饶了我儿子吧！既然金老爷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把他给我抓过来！别呀！别抓我儿子！别抓我儿子！别抓我！救我！金公子，我陆空山的刀在江湖上以快闻名，放心，不会让你太疼的。慢着，慢着！救命！救命！想必这位就是金家大小姐吧？今儿怎么有空从江家出来？陆掌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没有必要舞刀弄枪的吧？好吧，那金大小姐有何高见呢？我们会给你丰厚的补偿金。补偿金？金大小姐是把我们当成上门乞讨的叫花子了吧？这不，喂，你来都来了，不至于见死不救吧？你把我骗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？这怎么能叫骗呢？我们也是各取所需吗？我看着你只是为了防止你做什么坏事，帮你解决麻烦可不在我的责任范畴之内啊。哎，除非你拿什么东西跟我换。你这就是落井下石。那我就当免费看场好戏了吧。别别别，只要你答应我今天帮我，以后我就不跟你男神作对了。此话当真？比珍珠还真。陆掌门，能否听在下一句？你是什么人？金家请来的帮手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我跟金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只是金公子打伤陆公子的时候，在下正好在场。是您？我亲眼所见，就是金公子打伤了那位陆公子。终于有人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了。只是如果我是陆掌门的话，我是不会向金家来讨这个说法的。此话怎讲？金公子可否起来一下？嗯，
陆掌门的刀可否借给金公子用一下？小心啊，金公子，用刀砍我。春儿，哥，草包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不会上金家来讨这个说法的原因。快刀门是五大门派之一，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，而这位金公子一看起来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而就是这么一个公子哥竟然把快刀门的弟子打成重伤。哎呦，这要是传出去再被人一番夸大，我不知道江湖上会不会有人怀疑快刀门的实力，只怕到时候快刀门在江湖上会沦落成为一个笑柄了。可能到时候还会给快刀门造成一场不小的灾难吧。我们走。那赔偿怎么办？金老爷，此番前来特为徒儿鲁莽生事赔礼道歉，希望金老爷日后莫再提及此事。谢相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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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相公。哎，你还真不客气啊！你江大盟主好不容易自降身价，我当然顺着杆往上爬了。没想到，江盟主的背还是很舒服的嘛。是吗？那您得抓稳扶好了。知府大人，说来惭愧啊，两名嫌犯一死一逃，未能成功抓获，清流有愧于知府大人的信任呢。哎，贤弟不必自责，寥寥数天此案能获得如此大的进展已实属不易啊。不知知府大人为何如此重视这个案子呢？实不相瞒，华掌门是太子多年的亲信，华掌门之死太子也甚为痛心呐。为人臣子者若不能为其分忧，便枉为人臣呐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两名嫌犯呢，我们已经查明是长期受到阴阳道指使，隐藏在飞鹰寨中，他们互通往来的地道里，我们还找到了当初害死华掌门的凶器火吉利。现在看来案情已经明朗，阴阳道伺机已久要杀害华掌门，因此在华掌门的必经之路上使用了火吉利。现在看来情况确实是这样。这个阴阳道还真是神通广大，连火吉利这种朝廷明令禁止的火药都能轻易搞到。我看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还是洗洗睡吧。这一点呢也是我一直费解的地方，阴阳道乃是江湖组织，他们到底是从何得到的火吉利，而且他们又想用它干什么？他们大费周章的杀害华掌门，居心又是何在呢？想不到你还有点本事。
我又不是为了帮你。是是是，都是为了帮你那个男神。不过别人做好事都想名留青史，你倒好，生怕别人知道是你做的。要是让我男神知道我帮了你，他非扒了我的皮。嗯，不过小景姑娘明明是个女子，你却叫她男神，莫非？金姑娘，少爷和少夫人回来了。哦，你管谁叫少夫人呢？蓝山客，你怎么每次吃饭都像饿狼扑食一样？把你关地牢里11年，你能把这碗嚼碎了咽了，你信不信？你看你吃的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嗯。你这大晚上的又想抽什么风啊？这月黑风高，昏天暗地，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干点什么吗？这月黑风高，昏天暗地是这么用的吗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是我的盘中餐啦。欢迎回家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又贴告示了。他这写的什么呀？不知道。看看，走，我们见钱一官。火棘藜乃朝廷违禁之物，危害极大。近日有贼人私用私藏火棘藜，却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违抗朝廷，扰乱民心。私用私藏此物者，乃通敌之罪。凡举报火棘藜藏匿者，重重有赏；窝藏包庇，皆以同罪论处。特此告示。真是胆子大，敢私藏火棘藜，不要命了吧？小娃娃，快给本尊换胭脂露来。都准备好了，姐姐。怎么是你啊？啊，姐姐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？看看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啊，其实姐姐走的这些日子，妹妹也想清楚了。既然姐姐和江公子情投意合，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。我现在只希望余生能够在陈碧山庄安静地度过，就别无所求了。希望姐姐能够容我一席之地，妹妹就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的。当牛做马？对。此话当真？爷爷奶奶。哎呦，庆流回来了。庆流，听说飞鹰寨的案子办得不顺。爷爷，是庆流一时大意，让嫌犯被人救走了。怎么一回来就说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啊？
多煞风景啊！咱们说点喜庆的事情。之前选定的几个日子都被这案子给耽误了。我跟你爷爷刚刚看过黄历，后天就是良辰吉日，你也该收收心，好好准备做新郎官吧。啊，奶奶是不是太仓促了？哎，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这么住在我们家，没名没分的，也不合适。况且我越看元秋这孩子越喜欢，温柔娴静，知书达理，从来不做出格的事情，比小景那野丫头强多了。奶奶，我想啊，还是等飞鹰寨的案子结束之后再说吧。案子案子，你就知道案子，是外人的案子重要，还是为江家绵延子嗣重要？你和婉婵成了那么久的亲，都没有所处。我是想说呀，那个小景，天天上蹿下跳的，不像是个当娘的。你和元秋早点把亲事办了，也早点为江家传宗接代。你们的喜服我已经让崔雪送到你房间了，叫上元秋一起去试试合不合身，啊？小妮子，你要是害怕呢，你就下来，千万别逞强啊！你说过的话呢，我就当没听过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。我没事，挂在这儿行吗？这儿有点低吧，再高点啊！啊，那啥，你说这么高，它能行吗？怎么着，怜香惜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男生，我对你一直都是一心一意、忠贞不二的。是他自己说要当牛做马的。哎呀，我要是不让他吃点苦头，他还不得天天跟着我呀？我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而已。我这也是用心良苦啊。嗯，对。老夫人，元秋，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？奶奶，我……奶奶，您别着急，我去看看。奶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听春花蝶说，这民间的女子要求姻缘求子，便要在这树上挂一条红布。真是太……金大小姐乐于助人，又爬了一手好树，我就让她代劳了，是不是啊，春花蝶？景爷说的没错，民间确实有这样的习俗。那红布条是哪来的？哦，我刚刚看见崔雪抱着两匹红布从这院子里走过去，就顺手扯了两条。那是清流和元秋的喜服，这个账我一会儿再跟你算。元秋啊，你快点下来，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爬上爬下的，成何体统啊！我想下来，你得，可是我下不来。哎，我。